嗨，小朋友们，大家好！现在到了小朋友们做功课的时间了。那今天小朋友们的功课是厨房用品。小朋友们，你知道你家的厨房里面都有什么吗？让我们来想一想。哦，我家的厨房有一个大大的冰箱，里面可以储藏食物。还有的小朋友说，老师，我家的厨房有一个大大的锅，可以炒菜。那现在让我们来一起看看我们的功课吧。好了，小朋友们，请小朋友们把你的功课拿出来，翻到74页，厨房用具，把厨房用具圈起来，并说一说它的名称。好了，小朋友们看，这是一双筷子，筷子，筷子在厨房里面有。那这是一个琴，哦，厨房，你家的厨房有琴吗？哦，小朋友说没有。那这是一个枕头，小朋友们，你觉得枕头应该放在厨房吗？还是放在你的卧室？小朋友说放在卧室，所以我们不可以把它圈起来。这是冰箱，冰箱。那小朋友们，我们的厨房有冰箱，对不对？所以可以把冰箱圈起来。那小朋友们看这边，这是一个炒菜用的锅，锅。每个小朋友的家都有这个在厨房里面。这是刀，刀。那厨房也是有刀。那小朋友们，这是一个微波炉。我想你的家有没有微波炉在厨房呢？有，因为它可以把食物加热，所以小朋友们把微波炉牵起来。这是一个水壶，水壶，水壶。你的家厨房有没有水壶？如果有，给它圈起来。这是盘，盘。厨房里面有没有盘？你的家如果它是用来可以把菜放进盘里面，也可以把面包、你的米粉、食物放在盘里面。所以老师想你的家应该是有盘。那这个是煮汤的锅，锅。你的家有这个吗？如果有，圈起来。这是一个电饭煲，电饭煲。你的家在厨房有没有电饭煲呢？如果有，我用圆形圈起来。那这是一个电水壶，电水壶。你的家有没有电水壶？如果有，用圆形圈起来。哇，这是什么？哦，这是一个机器人。你的家厨房里面有机器人吗？哦，没有，所以我们不需要牵起来。那我们看最后一个是刀和叉子。刀和叉是我们吃饭要用到的餐具，所以我想每个小朋友的家厨房里面都有刀和叉，所以我们把它圈起来。那现在小朋友们，我们把所有的厨房用品都圈起来，有筷子、锅、冰箱、水壶、盘、刀，还有微波炉。哦，我们刚才忘记彩色铅笔，厨房没有彩色铅笔，对不对？所以不需要牵起来。还有这个锅、电饭煲、电水壶、刀和叉，我们需要圈起来。然后小朋友们可以给厨房用具踩上颜色。好了，小朋友们，我们今天的华语课结束了，小朋友们再见。